下来，请继续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好，大家好哈。好，那台股哈，不仅台股，而且是国际股市哦。从八月份以来哈，台股崩了800多点啊。那目前在进行跌升的反弹哈。所以从8月1号以来啊，8月1号我们看在哪里哈？8月1号从在还在这里啊，啊对不对？所以从8月1号以来到今天哈，半个月的时间，国际股市跟台股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啊。那国际股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美国30年的公债殖利率哦，30年哦，历史以来，历史上啊，首度跌破2%。这个表示什么讯息？这个不是像前两天的什么利率哦挂倒挂，那个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，但30年跌破2%，这是历史上以来第一次哦。这个意义表示长线的资金哦，长线的资金在美国已经退出股市。大家知道公债是利率最低的嘛，获利最差的嘛。所以一般长线的资金，30年公债很少人愿意介入啊，啊，对不对？股票有钱赚，有景气好就买股票啊，或者投资别的啊。那实在不得已，实在看坏未来的景气，实在股市认为未来风险很大，那这些长线的资金才会转移到30年公债啊。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，美国30年长期公债跌破2%。这个意义就是表示长线大资金的部位已经撤离股市，转进最获利最差的30年公债。那这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未来国际股市啊，像美股前天跌800点，昨天反弹100多点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哦，这是一个资金流动性的风险了，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哈。所以长线大资金部位在国外国际股市已经撤出美国股市了，表示他们对未来的股市是看坏的啊，资金已经所以去买30年公债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表示长线未来资金会有流动性风险，特别小心啊。第二个就是国内的股市，外资从8月份以来怎么样？大家亲眼看一下，从8月1号大卖台股158、195。155、58、143，哎，这都是大卖。除了8月8号父亲节当天小买10几亿哈，再来卖30亿，卖70多亿，卖20多亿，昨天又卖60亿。所以你看，从8月1号到昨天8月15号，几乎天天大卖，除了一天小买10几亿，其他大卖100多，将近200，100多。8月啊，短短不到半个月，已经狂卖了将近1000亿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国际股市资金，国际资金已经开始大部位的撤离股市，所以这个要绝对要提防啊，这个风险要小心，好吧？好，所以这一波啊，我们讲过哈，股市操作你一定要了解主力筹码，你要知道国际资金在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当他们撤离股市，你就要懂得放空啊，你不能天天就是做多啊。哦，国内很多股市节目，一些股市分析老师，我看最糟糕就365天都是啊底部大行情啊，365天都在什么8月桂花香了啊，一天到晚就跟你哦做梦，哦你不要做梦啊、哦，主力筹码该空就是空，对不对？该多就是多，所以大户程式就是 AI 程式，就是帮你计算主力筹码，帮你掌握筹码多空。你才能掌握趋势，你才能掌握400点倍数的获利嘛。这一波自己摸摸良心，全中华民国从7月底10994，哎，啊，谁给你预告放空啊？谁给你预告会跌破上升趋势线，全力放空啊？啊，怎么跟你讲的？
张老师已经白纸黑字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第五叫做什么？艾略特第五波叫做陌生段，陌生段就是啊，什么叫世界末日啊？懂吧？末就是要结束了嘛。所以当时九九四叫你把握向下放空操作，请你告诉我啊，是不是掌握主力筹码，你才能把握放空嘛？要不然七月底谁敢放空啊？啊，每个老师都跟你讲台积电法说会利多了，啊，跟你讲费德要调降利息，结果照样崩盘800点嘛，啊，所以这都是跟这个有关系了，啊，长线资金都已经撤离股市了，这个要特别小心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大户筹码、主力筹码从七月下旬就已经事前掌握到这个筹码结构的变化，事前领先掌握到，对不对？这个资金撤离股市，主力筹码转空，所以带着你第五波陌生段把握全力放空，结果有没有400点？啊，有没有带你掌握大波段倍数的获利啊？400点有没有？送你800点呢，够吧？听我话的，这800点都是你应该赚到的行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。那从8月6号，对不对？8月6号摔到108、10这个180，我们跟你讲这里会怎样？这里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什么？逼迫的反弹有没有？还没涨，我告诉你涨。甚至涨完还没跌，我给你画一个字，写一个字，这么大一个字，高高挂在天空啊，空嘛。所以告诉你，弹上来你还是要空嘛，因为整个长空结构没有改变嘛，还是要空嘛，对不对？甚至未来你不要预设立场啊，你不要说会不会破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用猜的，我已经给你看了，第一波下杀10180有没有破底？你回答我。请你告诉我有没有破底吗？全国投资，所以我张老师操作我不喜欢用猜的，你告诉我有没有破底啊？前一波低点在这里啊，已经破了嘛，所以现在的结构就是已经破底了，懂不懂？所以未来会不会破底这不用去争论了，现在已经是破底盘了，只是说短线破底会反弹，但是反弹上来还是要怎样？还是要空，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还没跌预告空啊，800点，还没涨预告反弹再空。来，你看，帮你规划的 BC 这反弹再空这两个行情，我帮你掌握多少？从8月6号有没有？啊，你所有加入我们的 LINE 通通有啊，10149多，8月7号10310还是多，8月7号夜盘357还是多。到14号，啊，前天14号是不是这里？有没有？这里预告反弹到前天多少点？300多点吧，没有错吧？前天大涨，对不对？那前天大涨又是利多了，啊，又是什么？啊，川普又要延后了，啊，美这个中美那个关税又要延后到12月，啊，大家又认为不得了。你不要被消息左右，你要掌握筹码，你才会被消息这个摇摇摆摆，搞不清状况，对不对？还没跌，我给你预告崩盘，从筹码送你800点；还没涨，给你预告反弹，就从10149一路多，前天是不是340点，涨到492，前天大涨，我跟你讲什么啊？我已经领先告诉你了嘛。上来要干嘛？要空嘛！你不要上来，你又昏了头了，对吧？所以前天大涨，送你340点，告诉你把握空。来，8月14号，全国赖的同学，麻烦一起做见证了。一早10483，再空哦。你还不相信，对吧？14号一早，你很多，对吧？用户、投资人、同学都打来。张老师，中美贸易关税你延后到12月嘞，那你不对吧？很多老师还告诉你不要怀疑川普护盘的决心，笑死人了！你一次讲完，那不第二天跌800点？所以这种话不要乱讲啊！你不要说看到涨300多点又不得了了，又12000，对不对？很多老师就这样弹个300点又不得了了，又要看12000、13000了，每天都在幻想，你不要幻想。
跟紧筹码，对不对？该反弹带你反弹啊，是不是啊？10180告诉你会反弹，这叫跌升反弹，所以翻多上来340点，但是反弹上来该空你要懂得空，懂不懂？所以8月14号有没有叫你空？所有赖的同学，现在10000多人呐、啊，啊，14000多人，你都是见证啊，我们这能骗人吗？14000多人，你8月10号张老师有没有叫你空？对不对？483空，甚至9:27一早的扣讯，490490490再空啊！哎，到了9:57，490通通穿价，通通来了，对不对？上来赶快空，因为空完这个盘，还要再度怎样？还要再度向下探底嘛？就有没有杀？啊？昨天有没有杀？跳空大跌240点了。有没有？昨天我们跳空大跌，没错吧？啊，是不是空完又帮你掌握到240点的行情？这里翻多上来掌握到300多点，前天把握空，对不对？昨天开盘是不是240点？这里300多，这里200多，哎，光这两趟多少点？啊？从8月6号翻多。340，前天490把握放空，240，340加240，请你告诉我，将近快要600点了，有没有？全市场有第二个老师能够像我这样规划吗？我们简直是画线了，事先画线给大盘走。你看大盘是不是照着我画线了？啊，7月底还没跌，我画往下空。有没有画线印证？打到10180还没有涨，我给你画线往上涨，啊，300多点，上来了，我告诉你还是空。490、483、490再空，240，光这两趟又快要600点了，这里300多，这200多，这两趟又要600点了，轻松达阵嘛。所以你要掌握大波段的获利，尤其操作指数啊！今天还来一个年轻人很可怜，他说他上个月7月份本来想跟着我做，结果啊，看到一些年轻人，对我不要讲谁，跑去，就7月份以来赔了40多万，赔了40多万，今天乖乖的来跟着我做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赔了一屁股再来找我，那很可怜，何必呢？你跟着我张大文，对不对？7月底就叫你放空，还没跌领先放空。是不是800点？你光这800点你就赚翻了了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那这两趟又快600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大跌怎么操作？来，请全国投资人，我讲过 AI 城市每天50点，月入多少？20万。来亲眼看一下，今天所有赖的同学，麻烦见证一下，今天 AI 城市一早10293转多，所有赖的同学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找所有赖的同学。你来等我，你加入赖一早，8月16号，今天10293转多，转多啊！来看一下，今天一早10293转多，来，时间都有，9点多，10293转多，8月16，有没有看呢？今天一早10293就多，啊，10293多，一多上来，自己看一下，啊，我们的 AI 城市一早，对不对？AI 城市10293多，来，我们 APP 的啊，对，现在手机都可以下载，从10294一早翻多，自己亲眼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红就是多，所以今天一早在10293、10294一多上来，攻到多少？10421，有多少点？你们看呢？所以今天一早啊，你都不要去猜，你都不要自己在那边幻想。啊，还要去算多空，你怎么算得出来呢 ？AI 城市第一时间帮你计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 AI 城市？啊，第一时间计算主力筹码嘛 ，AI 城市就是帮你第一时间计算市场主力筹码嘛，对不对？早盘9点多，对不对？493、293就是多，是吧？一早9点多，293就多，清清楚楚，啊。
那 AI 城市来呗，看一下 APP 的来，是不是从294？你看没有，一红到顶，尾盘攻到10421，今年是不是白点的行情？送分题嘛，所以有 AI 城市操作，你不会犯错，你懂吧？啊，今天找293多上来120点的行情，是不是个送分题？好不好？不用猜啊，那短线还是注意，还是注意啊，长空短多的结构没有改变，好不好？那下礼拜的反弹该如何操作？弹上来的空点该如何操作？赶快啊，加入我们赖的行列，好不好？那把操盘大师请回家啊，软体加电脑，帮你一起发，一起成为市场的赢家，啊，不要自己在那边无厘头，每天跟一些老师开盘什么上多下空的乱搞一通，啊，每天在那边猜关键价，啊，多方关键价、空方关键价，什么月周关键、月关键，讲了那么多关键价，做多做空你搞不清楚，那你怎么会赚钱呢？好不好？啊，想尽办法把操盘大师请回家，好不好？跟着一起来，软体加软电脑，啊。那股票一样，主力筹码转多，来，我们一路送你的升阳半，从43块，告诉你主力筹码结构翻多，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已经多少了？我一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一倍一倍一倍，有没有一倍啊？升阳半从43，今天87耶，你们看到？啊，大盘8月份以来跌了800点，送你的升阳半从40多。今天87，是不是刚好一倍？还在创新高，啊？今天还在创新高啊！再来给你报告神盾，对吧 ？Note 10的商机，闪送 Note 10的商机，指纹辨识的供应商，对不对？从202，啊，有没有呢？202，今天呢？247啊，也不错啊，再创高点，好吧？也涨了40多块了，10张也快50万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一路以来，丁丁的主力筹码转空，你看环球金，这很多一些分析师就天天叫人家买，那你买这样的股票，主力筹码转空，你会赚钱吗？你会赚钱吗？啊，很可怜呢，从350，你看到没有，杀到200多，哎，是不是10张快100万了？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分析师一天到晚就是华新科，什么高价股高配息，那又怎样呢？高配息又高什么殖利率高吧？怎么高啊？啊，你再买啊，对不对？180人杀到140了，哎，10张也40万不见了，啊，群联有没有342转空？啊，群联呢？看一下哈，所以现在有的转空的股票你要小心哎，342你看没有？杀到280，哎，10张60万呢，哎，小心这种结构随时还会破底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瑞昱一样哈，从245转空有没有？245转空，要杀到190，10张也是50万呢。这里低档震荡啊，再过不去，随时也有破底的疑虑啊。你都要注意啊。精锐啊，就是前一阵130啊，多少分析师追啊，你追啊，啊，怎么买怎么赔，懂吧？10张40万，这两天还在破底。联雅，啊，是不是？从284转空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怎么样？震荡整理，还是涨不动啊？啊，随时还会小心向下破底哦，你要注意哦，10张50万哦，好不好？美食一样，哎呀，这前一阵多少分析师去买，从120天天买，你看没有？今天90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90什么时候破啊？10张40万哦，10张你就赔40万哦。新巨科啊，一样。所以张老师告诉你，有些股票都已经转空了，你不要开玩笑啊。从130，你看杀到100，好不好？10张30多万了哈。来，美绿一样，从182转空。美绿有没有？182转空，哎，10张也赔40万呢，啊，这个股票你都不要以为跌完了。玉军光哈，从460开始转空，你也是要注意一下啊，好不好？460转空，只要头部对不对？一旦形成，这种股票随时都有往下修正的疑虑啊。啊，10张已经杀了10张50多万了，中美金一样哈，从9字头一直警告你哈，9字头一再警告你，8字头有没有？现在7字头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小心啊，啊，这都是破底的结构，对不对？稳茂哈，注意一下这一波大涨，
对吧？将近一倍的文貌啊，来注意一下，我跟你讲一下文貌，你自己亲眼看一下，对吧？从150有没有？七月份攻到278开始震荡，八月份再攻不过前高，有没有？现在短线已经怎样？双头开始出现了哦，小心双头转空哦。好，我先话讲了，丑话讲前面了啊，小心文貌双头转空修正哦。宏杰科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一波宏杰科也是大涨一倍了啊，都很了不起，涨一倍。但是短线从七月份已经攻到70多块了，现在在70多块已经开始了，好不好？类似双头转空的结构哦，一旦双头确立，这种股票都会有修正行情哦，双头转空哦，小心要跌到哪啊？操纵一样哈，这一波也是涨了一倍了哈，所以这一波很多股票拉了一倍了，对不对？100多拉到290，但是短线你看到没有，在290你去买开始受伤了啊，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啊。台表科也是一样，这一波大涨一倍的股票啊，所以有修正余力股票，张老师都会领先啊，都会领先提醒你，叮咛你啊，要小心了，有没有？从30多块。涨到已经快80了，有没有？现在短线好不好？开始有头部出货结构的疑虑，你都要谨慎、谨慎再谨慎，好不好？那转空的股票要特别小心，大盘随时还有向下修正的空间，那赶快啊，操盘大师请回家，好不好？指数400点就是一倍，软体加电脑跟着我们一起放，把操盘大师请回家。长辈搭小黄也可以享有优惠哦，只要持台北市或台中市敬老爱心卡，每趟可折抵50元；持桃园敬老爱心卡，车资未满101元，每趟折抵36元；买101元以上就可折抵72元哦。台湾大车队友善银发最贴心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AI 程式主力筹码，计算主力筹码，掌握趋势，倍数大波段获利，好吧？七月底1095是全力放空，有没有800点？10180预告逼迫反弹再空啊，从10149、310，对不对？翻多上来300多点，弹上来叫你再空483、490再空，有没有200多点？多空两趟有没有将近600点啊？完全命中。AI 程式1天50点，月入多少？20万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一早293，全国赖的同学一早293翻多，结果呢？
一多上来，又是100多点的行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短线上特别注意啊，反弹还是在长空短多的结构。那美股30年的公债殖利率历史上跌破2%，大资金部位开始离开撤出股市，小心资金移动风险。同时，外资8月狂卖台股1000亿，所以啊，接下来操作你要特别特别谨慎，还是要特别谨慎哈。有的股票是多，有的股票是空，小心会在破底哈。把赶快把操盘大师一起请回家，掌握大波段倍数的获利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哦，明天台风来，我想